今日又嚟分享一套装备啊！今日都系呢个太刀装，麻痹太刀之前分享过噶啦，今次呢一套系强化版，亦都可以话系毕业版，现阶段游戏版本入面应该系最后一个版啦。我已经谂唔到点样可以再配好啲啦。咁啊，除非之后有啲新嘅怪，佢到时有啲新嘅防具或者有啲新嘅猪可以再劲啲靓啲，咁到时再执一执啊。咁麻痹刀。激龙头、冥冤 body、冰冷龙手火龙腰啊、钻铁脚、护石系收刀二加两个 S 二，即系两个两呢窿啊。龙属性强化可以无视噶啦，嗰个啊，跟住技能就呢度啊，攻四、看破四、超回心、弱特、麻痹属性强化、收刀风压、耐性长重能手、精神抖手、磨刀高速化、怨恨无视啊，讲紧炎和破坏、黄羊弓、连击。比之前嗰套正咗嘅就係、佢有麻痹属性强化 level 3 1.2 倍再加5，有返超回心，回心嘅话都上到 90% 嘅，呢个 level 4 20，然后精神抖手 20， 再加弱点特效 20 加 20 加 50 90%。 之前像就转咗用钢筋炎和跟住连击就用 level 1低咗，但系个收益系最大。之前冇记错好似系用 level 3系啦。咁依家呢一 set 配法系最平均嘅一 set 配法。咁有两个再极端啲嘅配法嘅，阵间会讲一讲。跟住猪啊，痛击，浑身猪、超心猪、钢印痛击、超心阳弓啊。长虫两个炎和长虫长虫，咁啊注意呢个系冇内魂嘅呢套装，所以可能要打得小心啲，因为咁啱佢啲一呢窿就攞晒嚟装阳弓同炎和啊。如果你惊嘅话，你怕俾只怪整晕嘅话，其实你可以装翻三粒内魂，但系可能就会冇咗阳弓啦，冇咗阳弓珠啊，啱啱好三格，跟住钢印系啦，呢度我之前系装像嘅呢个三啤窿，咁但系经过呢段时间嘅实践之后，发现装钢印珠系好过装像珠啊，对太刀嚟讲，钢印珠30秒，即系30秒就唔扣斩味，咁啊像珠 level 1嘅话就系加多10刀，即系老实讲30秒太刀绝对可以斩超过10刀嘅。咁所以个人觉得就装钢印炎和就会好过装像咯，像啊多十嘢，但系你30秒入面你至少斩10几刀啦，系咪先？10秒、10秒你都斩到10刀啦，即系以太刀嗰个攻速嚟讲啊，又唔系大剑啊，跟住仲有嗰、那个磨刀高速化就可以配合佢磨两刀就可以直接上钢印嘅冲埋去劈佢呢 set 系比较平均啲嘅配法啦，有长虫能手有连击，跟住有麻痹属性强化，有个极端啲嘅配法嘅，可以将个属性再屈机啲嘅，但系就要牺牲长虫能手就可以直接上连击 level 3但系你要有粒靓啲嘅护石，咁但系个人觉得即系冇咗长虫能手冇咗嗰个回复嘅话，都 OK 用得过嘅但系你猫猫要装嗰、那个环境生物吸引帮你可以叫多粒虫长期保持住3粒虫啊，同埋加上呢一套系麻痹太刀装咧，咁因为佢多咗麻痹，即间接上只怪系多咗硬直时间，然后就你会更加容易有机会用到招威合如果你冇长虫嘅话，你红印嘅话，你可以直接抛佢麻痹嗰阵时候用威合即间接上你飞踢用嘅几率就可以少啲。咁所以长虫能手就算唔装都好啦，即个人觉得都够用嘅都勉强够用嘅，系啦。咁就但系你要有粒靓护石先得咯，你要有粒智慧护石正好我就啱啱拆咗一粒我可以配一配俾你睇，连击二再加1个2呢同1个1呢窿。跟住嗰个防御 level 1可以无视噶啦，不过可有可无，即系可以咁样配咁就冇咗2粒
長蟲，跟住就配翻一個束納，啊，跟住呢度又配翻一個束納，配翻兩個修刀 level 二俾佢，系啦。呢一套就係可以再極端啲嘅，咁就有埋連擊三啊，系啦，冇長蟲能手。連擊三再配麻痹屬性強化 level 三，然後呢貓飯嗰度呢就記得食呢、這個食呢、這個、特殊攻擊術、然後再強化用彈鳥竹籤上 level 四，跟住用貓飯卷，佢呢、這個強化咗之後都有 60% 嘅，咁用埋貓飯卷都 100% 發動嘅技能，即係基本上你場場都可以爆到嘅，啊唔似之前嗰個回復術咁樣啊，即係嗰個換書補血咁樣啊，用咗彈跳啊得翻40啊，用飯卷咧得80，咁未必就是可能會發動唔到咁樣，咁誒呢個level 四嘅話咧。大幅增加狀態異常攻擊的性能，咁啊食埋之後咧，好似係可以上到40几啊嘛啲屬性，啊頭先36啊嘛，嗱食埋之後41麻痹屬性，再加多五啊，啊再加多五，即係等於咩噶咯？等於等於再加多個 level 三嘅麻痹屬性強化俾你噶咯。啊！佢再加多五累積值，只不過佢冇再加多1.2倍咁解啊！但係固定值嗰度係等於加多個 level 三俾你啊，41，即係你揾佢走去打條角龍試下，你就會明白有幾咁屈機呢套嘢。跟住仲有一個配法嘅啊，不過呢個你要有個神護石啊，要有個神護石先可以配到。咁啊正好啊，我最近就係攞咗粒神護石。修刀術 level 3加拔刀術力 level 2再加一個4level配呢一粒，系啦，咁然後就彈翻走粒修刀珠啦，呢、這個又可以塞翻粒長蟲珠，咁就係一開始哥套裝嘅，一開始、第一個配法嘅再強化版，系啦。咁技能冇变，但係可以多一个拔刀術力出嚟，啊个龙属性强化就冇咗啦，啊个冇用嘅反正都係咁消失咗，多个拔刀術力，二可以多个云属性俾你啊，咁呢一 set 应该係最完美㗎啦，但係唯一可惜嘅就係佢修刀術係 level 3，跟住隻手又咁啱有个 level 1冰牙龙嗰隻手，咁变到修刀術嗰度话多咗 level 1出嚟，咁就浪費咗一級修刀術咯，但係冇辦法，因為我已經試過好多其他配法，但係我已經配唔到更好啊！一主要係冰牙龍呢隻手太屈機，我揾唔到其他裝可以取代到佢。佢本身有修刀術一、精神抖擞一，然後再加兩呢看破，即係佢自帶已經係4个2级嘅技能。佢自带4个2级嘅技能，然后佢仲要有多1个2level珠俾你，2level珠加1个1level珠，即系话佢系有5个2level技能，然后全部都系啱太刀用嘅，修刀术、精神抖擞、看破二，跟住你可以塞粒超回心珠俾佢，再塞多粒阳光珠俾佢，我揾唔到有其他手可以取代到，所以呢度冇办法啦。咁多咗都多咗啊！反正佢就算多咗都好，我依家套装都靓过我一开始嗰套啊，主要系粒护石太神啊，系啦。如果你有嘅，你都可以试下咁配，多个拔刀術力二添啊！啊，即系如果哇，如果粒护石系调转就 perfect 咯。如果系嘅话，即系佢唔系修刀術三，佢系修刀術二，然后拔刀術力三，然后再加1个4level，咁样就 perfect 啦，咁样就完美啦。套麻痹太刀装啊，咁样我嘅修刀术都要低多一呢、這个拔刀术力啊，有上到 level 3啊最高咧，咁样就真系 perfect 啊！但系可惜，真系可惜啊！护石呢家嘢又好睇缘分啊，冇咁巧啊！咁后面会实战一下俾你睇啊，打场角龙，打咗场人妻咁样啊，你自己可以参考一下啦啊！咁我两个都会用连击三啊，即系用最极端嗰个配法。
就唔要長蟲能手嗰個配法，係啦，咁你可以參考下。
よろしく。砥石の出番ね。